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是苏东坡先生的词，那么作曲呢是在国内一位非常有天才的梁鸿志先生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。那么接着我想再为大家唱的这几首歌呢，是我从日本回来以后，我曾经在日本住了5年，那么从日本回来以后所录制的几首歌曲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
夕阳的云头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人美丽的姑娘，她在青深似海，明知心可
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谢谢。我要对你说，爱的书
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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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谢谢您，谢谢。这一朵花，谢谢，谢谢您送给我的花，还有没有啊？哎，不是，你还希望有年轻小伙子一块送上来吗？我看没什么希望了。不过这束鲜花我拿到后台替你插上。好的。啊，谢谢你。后台有一堆牛粪在那里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插在你这儿就可以了。我比较不像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好。啊，是，谢谢啊，谢谢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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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请问秋园几岁？哎，喂，你这。23岁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谢谢，
秋烟，下次再有这机会，麻烦你带两盆花来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对，秋烟，这不是你的名字啊，啊，你太太的。哦，完了，这下子很失望。那你要跟我讲你姓什么，你几岁干什么呢？你问人家的呀。哎呦，后面又来了一位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。好极了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请问您贵姓？姓蔡，姓蔡，蔡先生，谢谢。姓蔡，蔡先生，请问您今年几岁？跟你同年龄。跟我同年龄。好了，谢谢蔡先生，谢谢您今天晚上的，谢谢。您从这儿下就行，谢谢，慢走，谢谢，坐下。你怎么能跟他说你跟他同年龄呢？你真是很菜，哎！谢谢谢谢，开开玩笑啊，不要生气。谢谢蔡先生，谢谢。好了。蔡先生，那蛮，谢谢谢谢你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这蔡先生蛮可爱的，是的，很可爱，对，胖胖的、你喜欢胖的是吧？来来。好了，这我会安排，您先把那花插过来好了，把我当成牛粪吧。其实后面有一大堆牛粪在那里等啊，台湾电视公司的几位啊，雷鸣啊之类的都在那，我会把它插在他的身上。听说现场还有林青霞，那一定有秦祥林了，我也替他插一下啊。不过田妞您放心，您的男朋友没有来啊，您不是牛粪啊，都在场。好，您继续唱歌，不打扰，好不好？有献花的等会儿再说了，谢谢你，别打扰他啊。谢。唱什么歌？对，我接着为大家唱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曲。那么对，这次我请到的这两位和音天使跟我合唱一首英文歌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向往我们的自由中国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三位为大家，现在让我们欢迎Miss Helena and Terry。 这个好，跟我同族的。谢谢啊，来来来，掌声啊，欢送一下田英，谢谢谢谢。Don't worry about it。 我刚才提过呀，说我第二段的访问要比较诙谐一点啊，要趣味一点。哎呀，啊，那您就稍微的注意一点咯，准备一下，稍微准备一下。刚才您说了一句什么话呀？我说童言无忌。不是童言无忌，在舞台上啊，我们要忌讳一点，言多必失。对，刚才我在台下听你唱歌，你说了一句20多年前我这个黄梅啊，你看看这20多年前你就听黄梅调，就算你10岁听的话，那么现在已经而立以上的年龄了。我这个不用你提醒我，我很清楚了。是，您这好像有一点着急了，每看到有个男士上台马上问人家您今年几岁呀、您贵姓啊。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想了解一下，喜欢我听我歌的男士大概这个年龄是怎么样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老少咸宜啊，从懂话的大概2岁开始一直到200岁大概都喜欢你。不过这个中间你倒是比较欣赏哪一类的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，跟你切身有关的。因为你到现在，我大概3年前我不是跟你主持个在国父纪念馆，对，你那个时候告诉我你是27，好像是。不太记得。3年后你看看，那个时候我也是孤家寡人，对啊，那么现在我已经结婚了。对呀、我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啊。哎呀，这话要早讲就好了、你说的太晚了。那么我要请教你一下，到底你择偶就是选朋友，你的条件到底在哪里，讲给我听一听。其实呢，条件
比较十年前已经减少了很多了。哦，降低了，还是升高了？降低了，啊，降低了。不过我想主要的是呢，因为我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东奔西跑，很少在一个地方待一个很长的时间。譬如说，好像认识了一位朋友呢，两个礼拜我走了，等下次我回来，他已经结了婚了，就这样。这么快，两个礼拜人就结婚了。认识两个礼拜，然后我走了一年再回来，他就结婚。那当然，当然，他不能再等了。不能等了。对，以你的年龄来讲的话，你认识的都应该比你要大得多。他再等下去，他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这个问题就在这里。不过没有关系了啊！你知道台湾电视公司最近开了个节目，还很轰动吗？啊，叫做《我爱红娘》。是啊，是啊。就是，那么我可以替你安排。刚才您讲那个条件，我那儿报名的很多。不过今天在场的朋友你也听到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啊，沈春华好像也在场，他在19排，你们到他那儿去跟他报名好了啊，这个也可以。啊，从小我们都在一块儿长大，那么我把你当成小妹妹，一定我关心你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件事情。那我的终身大事就交给你了。那就完蛋了。我看您自个儿去找，找不着的时候您再找我好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爱红娘绝对有最适当的安排，绝对给你安排一个最有价值的男人。好，好啊。好的。好，那么谈到这里呢，我想你一天到晚都是东奔西跑了，那么在国外演唱也那么多，那在语言上，据我的了解，你是非常非常具有能力的。您的英文刚才也表现了。日本话好像也说了，您的方言能讲几种啊？方言我会讲广东话，还有我最讲的最好的是台湾话，台湾话上高。这台湾生的都应该会讲台湾话。听说还有一个话你会讲，您是河北人，是。听说伯母好像是，对，我母亲是山东人。哎呀，好极了啊。我看你讲几句山东话让我们欣赏好不好？有山东老乡在这儿啊，多得很，多得很，多得很，保险听得懂啊。好啊，你说。这一个人说不行，要两个人说是吧？两个人说。好的，那我陪你讲好了。我说这个邓小姐，老乡，你好啊。你好。老乡见老乡的心里直发慌呀。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说了。你今天在此地演唱，有这么大的场面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很紧张。很紧张。你紧张的什么呢？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在这里。哦，这么多的人在这儿。没有关系，你放心好了，下面都是暗暗的，台上只有咱们两个人呢。好啊。跟您说说笑话啊。那么您刚才说你台湾话讲得最好。对，我台湾话上好的。你是在哪位出席？台湾哦。都那个云林。讲台语啦啊，那个叫做云林，那我也能讲。台中较落去的啦，我知影啦。哦、你安怎讲？云林。云林对。云林。云林，你名台湾话安怎讲？丁丽君。丁丽君哦，赞，真好讲。我想你这个讲的，我们都听了。对。就我据说你的这个闽南语歌曲唱得不错。哇，我这台湾歌啊，够高。我唱歌比我讲话更高。你这个人拢无自卑感。你们都爱他谦虚的，谦虚你听过不？听过。谦虚一点啊，对不？好，我想这样子，既然谈到这里的话，时间也不要浪费太多。我上台主要是让你能够休息一下。谢谢。现在是不是安排我们的闽南语歌曲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唱的这首，这个台湾歌是真久真久的，嘛是20几年前的歌。叫做什么名？叫做《难忘的爱人》。南方的爱人，咱破个声，破个吹一下，来，谢谢。多谢来，我来唱一个阿嬷的话。做人的幸福，要在道理。晚晚去困，要早早起。讲完路只袂断，又讲完路阿无断，烦恼上无。
袂歹吼，我是台湾歌。多谢。安尼，我搁唱一个，我你听好无？好。啊，这个歌好歌，小马仔。
各位，刚才您欣赏过了舞蹈还有歌唱之后呢，在这里如果您心目中您想听的歌还没听到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提出来，我会为您演唱的。何日君再来，没问题。好，海韵，好的，你怎么说？没问题，你怎么说？送花给我是吧？谢谢，谢谢你。哦，还有礼物，谢谢。我是插花的，奶一流的啊，脑瘤，快得脑瘤了。还有这个吗？谢谢，麻烦你帮我，这个是送给他的。刚才那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小女生。小女生，这套服装相当之美。谢谢。好好的利用。好的。谢谢啊。谢谢。来，插花。你的歌迷来了，你的歌迷。啊，我签名噻，对不起啊。好。谢谢。我不但是插花的，我还是桌子。来，您放这儿，放这儿签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是我，哦，这是情书，这是。啊，对，情书我也替您保留。好的。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您是继续唱歌还是点歌？对，我们还没点完。好好，那我要陪你吗？都可以。好，那我站着好了，好，随时插花啊。海韵你怎么说？还有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好。好的，好的。何日君再来？没有问题。还有呢？千言万语。好的，这样我们给天花不是楼上的朋友，天花板上没人啊，太高了，是是是是，太高了太高了。好的，啊，好的，好，香港之夜，好的，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，只要他能接受我的爱情。这是唱给孙天琪听的。谢谢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点唱了，对，开始唱。是的。好，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一下。谢谢。是，这外套是不错，不过太热了一点。有谁愿意义务帮我先保留一下，收藏一下？你啊，好，待会儿还给我。还有这个手套也不习惯，太热了。
不过这首它我可以送给现场的朋友，好不好？作为纪念。这样好了，我想给这在这个灯架后面的一些观众，好，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您，接好啊。啊 ，OK， 别掉下来了。哎呀，一人一只可以。好，手套跟外套全部送掉了，这套衣服是不是也很多余？你说好了，你还要什么了？不敢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先不要客气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为您唱这首歌是《南南风吹来清凉》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如梦之样，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这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接着为您唱的是一首轻松的，叫做《路边的野花》。